同志，请来二两馄饨。哎，找我一分钱。哦哦，哎呀，少不了你的，别找了，别找了，别找了。
管。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导演。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那个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那个导演。哎，对对对。导演。服装，把箱子都打开。那个。哎，对。那个导演呢？道具都陈设出来。朱时茂啊，导演。哎，面熟啊。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吃进去，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陈小二。哎呀，这一年没见了。对对对。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哎呦，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哦，那好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没有，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吧。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风湿位。对。对，风湿性关节位。对对，风湿性关节位。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我找您。回去休息。不是，好，那个导演，我回去休息啊。赶快准备起来了。哎，剧组，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去，快去看看啊！导演，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对，贴出去了。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有啊。在哪儿呢？导演在这儿呢。啊？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不，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吗？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我跟你说啊，今年不吃面条。不吃了。今年呢啊，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我身体结实，你我还行。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我抗冻的，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他还真练过啊！扛一扛，导演。好了，怎么样？我说，剧务啊，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不会有了。为什么？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啊！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这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被您好崇拜。行了，我跟你说啊，今年啊再用你一回。是的，导演，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是，这下全看你的了。没问题，导演。好，我跟你说啊，嗯，我们这个戏啊，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嗯，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大变样啊。对，农村变化那是太大。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他有的都买了彩色电视机、录音机
啊，你说什么没有了？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什么？养鸡专业户。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汽车拖拉机、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不是风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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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都有什么？是你说是我说啊？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哦，我都知道了。啊，我也不说了。哎呀，我给你讲讲这个戏吧。哎，您说说这剧本。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中年农民，哎呦，这小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年正好30岁啊。这个，哎、你看我农民有农村生活啊。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这个、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哎呀，啊，你说吧。啊不，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你说完了？啊，我说完了，听您的。哎，说说。是。啊，这个，对不对？对。啊，这个，对，是吧？这个，是不是？是什么也是啊？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啊，对，哎、我今年正好30岁。我知道这个，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农民。你闭嘴呀、啊！你，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你。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的说了一段话。是的，哎，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对，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啊，这个没问题，导演，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对呀、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个钞票拿在手里，有一十，十五，二十五，30、30、40、50。好了，没问题，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啊。不是，您不是改名了？什么改名了？您不是叫钟时茂吗？我说的这是台词。哦，好，台词，我说的。对，你说，相信你说，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没啥说的。啊，这什么大爷？没啥说的。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哎，好，来一遍。来一遍。从头来。哎，是这一首知道吗？你说，乡亲们呐。啊。停！不要你说。哦，不要。来呀、啊！啊，来。啊，要我说了。你说。停！行。不要你说。那我就不说。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费劲。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我不笨，你怎么不笨？我是不笨。你不笨呢？你说你不说的闹不清楚吗？我清楚的很吗？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我说是这样子的 啊，你说，啊，你说，你不说，我不说，对、啊，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对呀、我就是说你说呀，乡亲们呀，啊，停。你说，你一定不要说。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哎呀，你看我的吧。
我看您是不是？你见了乡亲们又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你说乡亲们，我就是这么说的呀。我都让你气糊涂了。是吗？我给你比划一下吧。啊，您比划着说。看啊，哎，这个，你说，嗯，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哦，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好，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对嘛，对嘛，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这还是我的，不是？那当然了。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不就这点戏吗？啊，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没问题。那好，换服装。换服装，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不，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山区的戏，啊、山区的戏。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背心儿。啊，鸭绒背心。什么鸭绒背心啊？啊？皮背心不对，啊，毛背心也行。什么毛背心？那什么背心？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可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度，这，您让我穿着。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那咱们夏天再拍嘛。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那给他加个小褂吧。他，要不然他穿着他。加个小褂。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那好，坚持换衣服。坚持，能坚持啊？能。好，换衣服。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了。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哎、你给我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形。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哎，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哎，导演，哎呀，这天哪，哎呀，导演，导演，钱拿来了。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毛巾，毛巾要不这么样？
不对不对不对啊，回来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拿下来不是，哎，放在这儿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你放在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擦擦汗呢，我、哎、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啊，开始，这正式拍，你快来吧，不是这受不了啊，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时十五二十二，今天晚上都到我家。没啥说的，还有一句，都到我家。没啥说的呢，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请啊。没啥说的了，是没啥说的了，没啥说的，你说了吗？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有吗？当然有了。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这就给忘了。导演，这句话呀、啊，他是描。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这个性格你一定要说嘛，是不过也差不多。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合着刚才那是刚试一遍，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哎，这正式拍。你快，好了。我说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什么？我好了没有？好了就快拍吧。我，哎，这早就好了嘛。好了，拍吧就，快拍。正式拍。是预备，开始。乡亲们呐、啊，高兴点啊，高兴点。我王老五，我不要哭，活了这大半辈子，大半辈子。我说你这干啥呢你？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啊！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您看，我说你是不是？您看这，你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不是你，对不起。醒你鼻涕，不怪我们。醒。谢谢导演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啊，别抖，谁抖了？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那就是有点哆嗦嘛。你哆嗦什么呀？你说我哆嗦什么啊？这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对呀、啊，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怪凉快的吗？是不是？对。怎么不对？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哦，浑身发热。你想啊，啊，你是从县城二十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这么回事？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啊。浑身大汗、啊。对，行，等一等，啊、我去跑二十里地回来。好了，哎，
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你说，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设计动作啊？有了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好啊，好的。我在这拿毛巾擦擦汗。哎，对对对，要边擦边说，乡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好好，哎，怎么样？停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没关系，我有办法。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你满身都应该有汗。哎，那好，您说，您说。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不行，不行，不行，导演，我跟你说，不行，不行，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不行，这苦咱受不了，快来吧。不是，导演。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好了，哎，转过来，好好，我们哥们儿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行了，不能再耽误了。行了，导演啊，我赶快拍吧，正式拍，预备，开始。说，不要你说，不要你说，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乡亲们呢？我王老五，我王老五，我发热的镜头说出来，我发热了，什么呀？你说我满头大汗呢，我是、哎，我浑身大汗呢，我浑身发热了，不是，浑身冒汗，你怎么搞的你？你这个戏就是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哎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啊！哎呀，还打！啊！大忽悠！大忽悠！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孩子爸，哎，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因为啥呀？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泥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你可拉倒吧，信不信？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这拐打失误了。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还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看。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好卖卖啊卖卖啥呀拐连上拐卖了啊拐卖了走怎么回事拐卖谁要拐卖你啊他拐卖了 你要拐卖啊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没事玩呢。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呀，再卖了，非常严重。啥呀？太严重了。说啥呢？没你事儿。啥玩意儿严重？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要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等吧，没事，没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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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就这病发现就晚期，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啥？那是不可能的。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在饭店工作。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颠勺的厨师呀，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是吧？是厨师不？啊，算你猜对了，哎，别算，是不是？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你能信吗？我信。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要还想，真的？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为啥？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那是哪儿憋的呢？腰部以下。啊，脚往上。腿啊？对，头。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再走走，走走两步，走走走两步，走两步，再走两步，走两步。你鞋没毛病吧？有啥毛病？一根高一根低。这是旅游鞋，四根的。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腿？一条腿短，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可以，这就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麻了。哎，他咋麻了呢？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麻没？麻了，麻了。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病，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走，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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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你走，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是不是要瘸了？什么玩意儿？你说，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啊！不是，大姐啊，就是早咋没发现呢？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没有？我这只崴过呀，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我笑。
你腰杆，我这得病了。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用药不好使，好使吗？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我老伴都知道了，拄拐。拄拐，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你啊，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这是条废腿啊！有了，咱这是好腿。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是，你别蒙人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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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严重的？我甩掉多少只鞋了？你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拱撵的吗？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那个220。220啊？啊，正好一副拐钱。那得在哪儿买拐呢？拐呀，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对，那这样呢？对，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不卖了，别说话了，行不？大哥，借款。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是，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那什么，给一半，一百。哎，行，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急呀。好。哎呀，别说话了。那什么，对不对？哎呀。大哥呀，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对，我没说要自行车。对，你这样的。你说的要自行车。别说了，跟人要自行车。我啥时候说？这事儿，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我没说要自行车。我跟你说，大哥，以后我不用。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对，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好。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兄弟，架拐。大哥，你缘分呐。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好啊，大哥，你别激动。那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过啥分他还得谢啥呢？谢谢啊！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呢？走，换个地方。还干啥去？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弯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哪里来的北宝子？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全了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发家致富道道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卖车了还。拐了，谁买车了？我脑大脖子粗吗？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腿都好了。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快走吧，你别动。Hello。兄弟，兄弟你干啥呀你？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知道？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兄弟，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赌多长时间？我赌啥赌啊？压根没病。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不是你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媳妇儿夸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往上看。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你看看什么？就连我媳妇儿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病毒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现在已经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还要让我走两步啊？去年走两步瘸没？瘸了。跺两脚麻没？麻了。请问为什么？你忽悠的。今天不用你忽悠了，我跟你走两步，你不是爱看吗？我跟你走两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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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是我今年好了，哎，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哎，大跳，我给你拍一个，看着吗？不但脑袋不好，而且精神还有问题。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哈。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没问题。现在我请问你个几个事儿，如实对答。你说，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不迷糊。眼睛。冒不冒金星？不冒金星。好，我试一下就可以了。好，今天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好，这样，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吸气，吸满，吸，吸，好啊。别停，看你气有多长，我判断判断就是。别停，停，迷糊吗？没迷糊，没迷糊咋晃了呢？就是我咋迷糊了呢？他咋迷糊了？喊缺氧了呗。我告诉你媳妇儿，这是身体好的，告诉你这事上医院了，知道不？迷糊？没有，没有，搁那划拉啥呢？冒金星了，怎么的？冒金星，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腰比你多二斤。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你来，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没问题，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好，会学话吧？没问题。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来者不拒，开始。啥玩意？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准备好了吗？好了，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就这么这句就开始、啊。什么叫学话？行，明白，重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老头他又错了。没错，错。刚才我给你错错。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这句就开始学呀、啊？对。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里有那个呀，这来来来来正规。别想，兄弟啊，你快回家吧，这你别打回家。那这样，
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你别整三岁，有能耐你整四岁的。四岁行啊，你五岁都不在。你看着吧，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来，请听第一题。说 ，Number One。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错，媳妇你答。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正确。我们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说刷错的，你刷错的还等于六呢？是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你再来一个，我找个窍门了。请听第二题。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错，媳妇答。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正确。你是出生就生啊？那请听题。你来。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八个猴。错误。俩猴。正确。怎么的？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骑着呀，骑马那个骑。你这是谐音，你这骑着。哪叫谐音？你再来一个。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别打了，你请听题。说，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俩猴。错，八个猴。怎么的呢？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这回骑七个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你别砸了，你砸不上。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来，请听题。说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错，媳妇答。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为啥这么说？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还长腰，哎呀，屁股那叫火疖子。怎么回事？哎呀，我，你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我不承认。我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怎么说？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上。我怎么离地啊？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我找死你！坐好了，你别脚抬起来，请听题。说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算错的情况等于三。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你说发现没？对了，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去。我站起来一个，说一位醉汉，嗯，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到电视砸去，只听啪嚓，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因为电视质量好。错，因为没砸着。正确。你没砸着怎么啪嚓一下呢？啪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就你这智商！呀，你快回家吧，兄弟，你别干，请听题。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啪嚓砸地上了，恭喜你都会抢答了。哎呀，你再来一个。你别答了，你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刹车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错，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你这笨！你说，哎呀，我这不行，哎呀，我脑袋怎么的了？那猴屁股红的圆的，那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我是在这，你再试一下吧。你说，注意，树上蹲个猴，猴屁股当红灯了，恭喜你！哎，哎。你别不对，怎么不对呀、啊，大哥？怎么不对呢？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
是不是？你这不对呀、啊，你这个啊！你别打了，你别打了啊！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来，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你说，请听题啊。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哎呀，你说这个咋整啊？等于二。你那是二。二啊！你刚才不是说三吗？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哎呀！大哥，最后，最后，一加一，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恭喜你，已经打俩八了。团长，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你赶紧下车回家，我们得回去。那你快回家吧，你别给我们，我们还有事儿呢。大哥，大哥，多少钱？我买。我买啊！我买，我明白了，大哥，你别说骗你哦，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我买，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明白，你说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哦，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我等你半年了，你知道吗？哦、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没问题，多给我就不给你处理，好，啥都不卖你，那个大哥呀、啊，就带了300，你看看。拿着吧，那就不少啊！戴手表了，戴啥手表了？啊，戴什么手表呢？啊！谁说戴手表了？我跟你说什么？你就赖我，大哥，大哥，你说他俩这样的，大哥，就这么一块儿。我没说。大哥，大哥，你听我说行不行？你说都实在，你听我说，像我这种智商，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了。拿着，拿着，啊，回去好好养病啊！好好好。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呢？能不能换个人啊你？兄弟、啊，你要信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的。你还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啊，去年人我当自己我逃避，你就横帮竖挡不让。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我就是第二次上当。没人管你，大哥，这种人太可气了。临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你摊上这样的媳妇儿，白瞎你这个人了。怎么样？太可气了，这种人！不用气，咱别恨他，全子这种人养活咱们。谢谢啊！谢谢。走，回家。不是这玩意儿，你还要他有啥用啊？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还卖他。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皇军说什么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呸！什么词儿？白日做梦。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举手，哦，后面是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哦，对呀，啊，练习。站住，不许动。我没动。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愿意。给你，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因为啥？我卖给你了。哼。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我签的是啥？麻辣。